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怎么了 ？Hello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星哲。我会选择学着爱，在我第一张专辑，很可以沉浸在一首歌的情绪里面，然后去想一些未来的事情。我最想送年年，因为年年是一个很可爱，然后很初恋、暗恋、热恋都很适合的一首歌。我会送如果以之后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以之后的副歌是在表达我还没有放弃这段感情，然后很希望我可以你了解我很爱你这样子。爱情教会我们的事，因为这首歌是在讲在爱情里面你会好好的去珍惜每一个细节，然后珍惜你认真的爱过。我会送哪一首歌吗？我会送 This is Love， 约去唱歌，然后唱这首歌，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松、很浪漫、很活泼的一个环境。